下一个男朋友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哈，感动。最近你看了一部还蛮喜欢的电影，你蛮被感动的，为什么呢？好，来，这是一个，因为它场面很浩大，感动了你，好威武哦。比如说古代的那个战争武士出去出征的片子啊，或者是什么机器人大举进攻哪里呀、啊，就觉得哇，场面很浩大啊、哦。二，知名女性的奋斗史真的很感人。第三。儿时的梦想终于实现，好励志。第四个，三个好朋友之间的感情很欢乐，让你觉得很喜欢这部电影。来，请直觉，你觉得哪部电影让你觉得很感人？最近看了一部让你印象深刻的电影，内容描写的是什么呢？请依直觉作答，选好了就请唐老师来公布答案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题目要测什么呢？测的是我的桃花是盛开还是凋零？这里有盛开，我没有跟小珍。不要这样说，我们这边有一个月都开的。也对呀，是。你们这边一周，他头七就开了。对，这边最励志的是分手练好酒量。好，好，我们从上面往下。好的，选一的观众朋友，如果大家觉得大场面还蛮让你感动的啊，好，来。你70%，蛮好的，瞎猫乍现，春光乍现，是谁？主要是猎物，对，有新对象出现。那当然，如果你单身，那就是期待新恋情；如果你是有对象，那就是感情有变化。老师，那这个如果是男生选呢？男生选男生女生都一样，对，都一样啊。是，来看知名女性奋斗史。选二的观众朋友，有新梅姐啊，有新心彤，还有诗云，诗云哈，双子、处女、天蝎，拍谁30？因对象一情未了，我出家好了，一情未了啦，孤清啊，咪咪哈，所以可能有一点纠缠不清，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有新桃花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三位，我姐佩杰，我对佩杰的故事印象很深刻，你们有没有桃花呢？拜托，没有。拒绝人家翻人家白眼，你到底为什么受伤太重？他有还，后悔啊！可是我有后悔、啊。他一直以为他在对方心目中应该是女王，没有想到被拒绝的这么彻底。我觉得摩羯会很不甘心。唐老师，我妈昨天问我说：“你怎么都还没想交男朋友啊？”我还想，因为我3年没有交男朋友，这给他看到来的。这样，先给小青的吧。那刚刚小优在欢呼。对，因为这一边。七怎么可能？都这样吧，都这样。这段位是这个段位，我知道是超级发电机，可能。好了，桃花盛开，开花结果的好时机了哈。